好，我们今天来那个全德国最大的一个露营展，然后现在我们已经在那个 Hobby 这里了。今天妈妈就是来看一下，因为她还没有买新的露营车，所以我们就是顺便来看一下今年跟明年有什么新款可以就是参考一下。所以这边就是自走式的露营车，然后跟那个拖拉式的露营车都有。其实一般那个外形看起来都跟我们的差不多，对不对？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我觉得里面可能有一点。对，基本上那个露营车的外观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每一年他们改变的就是内装的部分。这个你不会喜欢。哦，这个是洗手台在外面的。我们现在要看的是 Hobby Excellent 560这个型号的。Guck mal, wie gemütlich. 哇，这个还蛮大的。Ja, wirklich. 这个厨房也比较大，然后有非常多的工作品牌。Das ist nicht, das ist zu klein. 我不喜欢厕所，这是我最讨厌的厕所。就是洗手台在外面，我最讨厌的。Wenn das Becken so direkt am Boden ist. 对，你看，如果这边湿掉的话，地毯整个都会湿掉。Das ist schön mit der Küche. Ja, aber das ist gut. Aber so, dass das可是他们都没有写价钱呢，有价钱吗？有啊，有，3万，比我们的贵一点，贵蛮多的。哦，这个是厕所比较大的，应该可能跟我们那个，可能跟我们的那一款差不多。好像是我们的。这个大一点点，那个坐起来的这个地方比较大。座位区比较大。对，这一款应该是我们买的那一款。你看那里面的那个内装都基本上一模一样。这个地方比较大，这个。哦，它是一个么字型的。Right. Yeah. We don't have. 然后这个也比较贵一点，比我们的贵一点。Yeah. 我们的是22000吧，可是因为我们买的时候有打折，所以。Aber fast, ja genau, nur das ist etwas größer. Ja, schön, schön. Aber gut, das passt bei euch rein, das ist genauso schmal. 对，基本上就是座位区比较大一点而已。Genau.这是我们的，都差不多啊。这是我们的。哦，对，对，这一台是我们的495，一模一样的型号，可是今年的价钱已经涨价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买有打折，还是因为它今年涨价。但是我记得我们买大概22000欧左右，现在是27000欧。然后这边如果你要一个月付的话是170欧，其实蛮多人的，还要排队。对，dasselbe wie bei uns hinten Dusche 床的那个设计一模一样，一样，就是这边，就是。
Oh my god, 这一台超多人在等的，不知道它有什么特色。好像这一台是特别大的。套房，这里可以变成床啊。对，套房的感觉。啊，套房，对，小套房。来。36,000欧。这也是多呀。这一台很多人有兴趣。很多人有兴趣。酷了，像套房的感觉。可是这个对你来说会太大吗？不会。是太酷了。哇哦。Oh, so viele Leute. Ja, leider. Ich kann da reingucken, aber die Dusche ist nicht so groß wie unsere. Ja, okay. Eh? Bist du hier an der Mann? Nee. Ein bisschen weniger. Wow, das ist wirklich gut. Das ist ein kleines Zimmer. Und dann hat er den Sofa.还有贵妃椅，可是它的厕所比较小一点，但是我觉得可以接受，因为它至少还是干湿分离的，我看不到那个淋浴的部分。这个好像是新产品，因为我们昨天看电视，很多人在介绍这个东西。它好像是为了那个去海边而设计的一个房车，然后它是比较小一点的，可是里面也是应有尽有，也有厨房、有床，长这样。Auch nicht schlecht. Oh, tschüss. Ja, ja, stimmt. Hey, auch klar, ja. Ja, stimmt, süß. Sehr süß, genau. Genau. Ja, stimmt. Ja, stimmt, genau. Ja, super. Das Aufmachen hier, das ist cool. Und die kosten nur 13.000 Euro. Wie viel Geld? 13.000. 13.000? Oh. 13.000? Süß, ne? Ja. Ja, dann ist它总共有三个大小，然后我现在看的这个是最小的一个。哎，我很喜欢它的外形，哎。呀，是酷老师。对啊，是酷老师。它有一点复古，可是又很有现代感。对对，然后是蛮便宜的。完全结合。然后这边如果你想要买的话，直接应该就可以签约了。看一下后面那个会场，已经有人在签约。可是对你来说没有那么好，我也没有上厕所洗澡。啊，只有上厕所吗？是最小的吧？都没有，全部都没有洗澡的。OK。
内装其实都大同小异。这一排是中的，来14000。这一排是大的。它有两个价钱。Oh my god, so cool!OK， 大家，我们现在决定要先去吃东西，因为实在太多人了，我们压力很大。先休息一下，待会见。